振运气，冲经纪人打点，爽之千金发片供出情郎。他方面好像不会赚钱哎。喂，哪有人触自己眉头的啦？郑罗琳啊，苏珊一千金唐心，14号举办单曲《黏你》记者会。哎，别小看人家是歌坛新人，看看这阵仗，各种名媛贵妇拢在家。连台塑家族的第三代千金都来献花了呢。听说陶喆怀孕的老婆 Penny 也特地准备黑咖啡和红豆水给唐心消水肿，让潘少说 Penny 就像我的地下经纪人。他早上好像10点多就来了，他是说他想下来，但是我想说他不方便。我刚刚很紧张，那我化妆师给我一个镇定剂。哎呦，你后台这么硬，别惊啦。听说他反应神才。我没有算过哎。好像就是有超过10分。要算一下。那人说你已经结婚嘞，此话当真？没有哎。身份证的配偶栏也是空白。对。唐心的男友叫 Kevin。娱乐动新闻，宅宅机会简易报道。